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颜色，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跳脱，它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哲学的感觉。它不艳丽，不像红的黄的那么艳，但是你却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。要怎么说呢？因为我基本上我很喜欢蓝色，然后至于我用什么的那个概念嘛，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完全是用概念这个情况来形容，因为当我想到什么，我就去做了什么，然后它是就像发生的，然后我反而是做的功课先做完了之后，然后才写我的稿子。那有的时候是先写稿子，或者先画了以后，然后才画图。第一个Incline 它影响我的布偶，还有那个Matisse， 它影响我的，它的野兽派影响了我对一些画的一种奔放，但是又可以说跟 Matisse， 又可以说跟 Picasso 他们有一些影响。可是我要讲的是跟 Picasso 的影响， Picasso 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，可是 Picasso 的东西它是立体派的，抽象立体派的，没有办法去完全去撇开，它是没有关联的，可是它们又有关联。还有一个是波克雷，波克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他曾经说过，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，你要知道什么就去大自然找你的老师。然后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正确。他对我的影响是因为最主要他的 blue， 他的蓝，那么的漂亮，那么的纯粹，他也没有用其他的什么阿里不达的颜色，然后我觉得那是很漂亮的东西，就我只是想要去抓那一点点的尾巴。你想很多，像譬如说好那个圆圆，真的是相生相惜的，然后有人说那个是很像那个白衣，有人说那很像小精灵，有人说它像很多人在那边跳舞，那也有人说那好像是在轮回，然后怎么样的，其实都可以解释。可是对我自己来而言，我觉得任何一个都没有开始，点线面，它不面通通都是一个，它通通都是一个在不断的在运动，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我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，然后像你譬如说好到那个意大利看斯坦那个教堂文学的时候，看你看到什么，看达芬奇，他们的颜料都是怎么来的，通通是从本物里面这样研磨出来的，再加上亚麻仁油，所以说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发现的，是原本就有的，老早就在那里的东西，就是我只是要用比较 pure 比较纯，所以才能够把它带动人心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个，就像 Incline 它对我的影响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？它让我看到它的东西非常感动。就像我去那个看了莫内的画的那 Water Lily 那个莲花，让我会这么的感动。他那个时候后辈子他真的是看不见，什么都是雾雾的、模糊的。他能够把莲花抓成那个样子，被人说成是那个印象派。其实他们之前也是奋斗了几十年，大家才认同这个印象派的东西。所以说，你说 Incline 是什么东西感动的？我觉得是他的坚持感动我。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，非常优秀的东西。它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它可以变成泥，它也可以变成冰，它也可以变成水。它天上地下通通都有这种东西。它神不神秘？它神秘。可是人没有了它，就不用活了。很多大自然的东西没有了水，就真的不用活了。所以说，我会喜欢用水来表达，因为时间的河，它一过就永远过去，它不会再回头。而在 non space 里面，它完全，它没有起因，也没有结果。它就是在那边，它跳痛了一个时间的东西。
得画画是我最快乐的时候，也是我最悲伤的时候。当我要解放我的情绪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画画。没有人能够懂我想什么，但是画画却懂我能讲什么。我觉得画画会让我开心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是我的知音。